是，没事。等你打等一下。啊，好。现在星期五了，星期五了。对，你们那里冷吗？我现在冷，好冷啊。我们这里很冷啊。住的地方冷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很冷吗？对呀，真的吗？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应该到了10度以下了，哇，对，十很度以冷。下一般，我们这里还好，还可以吧。还可以啊，你们那里还下雪，下刚10月份还下雪了，对，下雪了，但是但现最在不近的冷，话没有下雪了。这很奇怪的天气。现在对，你很也，任重的天气。对，你真的不容易哎，每天都这么早起床，对吧？去哎，教会，其实我喜欢很早起床。你一般睡你的应呢？该，哎，你一般睡也是睡得比较早，对吧？我是10点，对对，10点半睡觉。很少熬夜，很少很晚，我一般都是1点、12点。1点，3点。那对，你几点起床呢？我一般我8点、7点多、8点，七点多，7点多。这哇，这个不容易。个，生活习惯不好，好，那我们来，今天来，我们学第三单元嘛。我那个 check 没有了，那个 not 没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桌子上放着很多，你那个刚才喝的是饮料啊，对吧？对，美国的饮料。你自己不喝茶吗？不去那个喝咖啡呀，那个茶呀，不会，烧不水会，呀，boiled water 呀，不会。不会。我比较喜欢果汁。果汁好啊，果汁有营养，对吧？果汁对，挺好很的。健康。对，好，第一个饮料，我们看到这个是第，对吧？这饮料啊，这种饮料。看起来很好吃，应该这种应该就是那种果汁吧，对吧？这个对，对对对。应该就是果汁啊。好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花茶。花茶，花茶应该是 F，花茶是 F 吗？不对，不是吗？这个 flower。是，哦，对对对，是这花是茶对，flower tea，花是 flow 这对个，flow，花茶，哦，这个好喝吗？很好喝的，我没有喝过。在我们家乡的话，就用一种叫菊花的茶，叫菊花茶，很香的，有些花是很香的。很好闻很香。F 的话，F 是这种叫绿茶，它泡出来的这个 color 是绿色的，它是那种叶子泡的，对对对对，绿色。对，好，这个。水水果，果水果，水水果是，，A。fruit，水果，这个 apple banana，苹果、香蕉、西瓜，对吧？这个呢？第五个，衬衫对，衬衫是什么？哪一个？，B，B，shirt。这个呢？
裤子。裤子，裤子是一了。哎，这个衬衫呢，我们是一件衬衫，买一酒窝的，件衬衫。裤子的话是用一条裤子，一条裤子，对，一般的长的，细的东西我们叫一条，一条裤子，一条，条，哎，那个又一条狗，呵呵。一条，条裤子，scarf，一条围巾，围巾。好，这个是桌子，桌子上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以说是叫做，杯子，不是那个不叫杯子，但是那叫一瓶水。一瓶水，一瓶水，一瓶水，这个瓶子是这样写的，一瓶水，你那个叫也要一瓶饮料，一瓶，一瓶瓶。子，这个呢，车里面有，我们说，family，一家人，一家人，对，一家人的 matter 我的一瓶水，一家人，瓶水，一家人，对，小男孩啊，坐椅子下，椅子椅下，子下有，这个呢，这个是用哪一个 matter 我的？四只狗。有四狗，你可以说一群狗，a globe，对，一群人，一群狗，群群，一群狗，对，一群狗，这不止，你眼神不好，这里不止四只狗，对，只有四只，对，四只狗，好，这个词。你经常做的，这个字我知道，我喜欢 的爬山。对，你喜欢的爬山，好，你是小刚，我是小丽，你先来，明天是什么天？是明天晴，对，明晴天天。是晴天，前天还是这个，后天？你猜的，晴天，sunny，这个是 cloudy，阴天，晴天，还是阴天，阴天？对，阴是天。晴天还是阴天呢？sunny or cloudy，阴天。电视上说多云，很多云，cloudy，怎么了？有事？有事吗？没事，我们明天要去爬山。对，爬山的时候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然后呢？好，你也去吗？这个我不去我有事情，I'm busy 我有事好，你这有个事？这个没有错误就是关于这个 weather 的晴天、阴天，对吧？晴天、阴天，对对对。其他的都认识，呵呵，很厉害，爬山我当然有认识，爬山这个刚才我我喜们欢学的那的，个，刚才我们学的那个条，一条裤子的条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呢，记得。记得，remember，不记得了，好，我是周太太你觉得这条裤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这条课是怎么样？我记得，我记得你，那个是 already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我记得你已经是，厉害，这个我知道，治安这知道个我吗？知道，是比较常见，对对对，我记得你已经，那个 have，你也忘了，have。有啊，这个对你已经有对，这个我不知道。two，这个是 two。已经有2条海库的，不是还是的。这个是这样的这，such，样这样的裤子啊，对，这样的裤子啊，这个这的话跟那个还不一样，还的话是里面是一个不，然后再加这个。很像对吧？这样的，such 这个很像，such，这样。对，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再看看别的，那我们再看看别的，然后，对，这个是这字啊，是这，是的，这件，这个很难这个件一件衣服的件，这件裤，这，不是裤，是衬衫，衬衫，这件怎么衬样？衫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就是 not bad，对吧？还不错啊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这像，件这件买看三，这上面这上面。对，然后这个 right。对，写着，对哈，写的，在上面写着多少钱？320钱，这个是元哈，这个是 Chinese，元，三，我们中国的那个钱呢叫做元，多少元钱？多少元？或者说多少块？是一样的，爱跟圆一样。一样，对对对，做一个新，describe money 的多少块，多少钱，买一件，有钱买一件，这个但诶。衬衫，衬衫，你们这，你那个衬衫的话，你们一件衬衫在美国的话是多少钱呢？就是一般的，就比如说你现在，T 恤吗？T 恤对，T 恤差不多三十钱，三美国十，的钱三十三十，US dollar 对吧？三十三对，六一百八，哇，像180块钱再买个 T 恤，我们这里算蛮好的了，哈哈哈，对对对，啊，中国呢？我们的多少钱。钱？我们那可能就，80多一个普通的这个 T 恤，80多50多，可能是30多的也有，也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哇，
不一样，我们的钱不一样，嗯，那个 exchange rate 不一样，对吧？嗯，对，现，中国的话，嗯，都比较便宜，嗯，感觉都是比较便宜的，嗯，可以买的东西比较对便呀，宜。啊，我看到有一些外国的朋友，他是，嗯。他是用在那个阿里巴巴，在那个淘宝上买，嗯，哦，对，我也是。嗯，你可以试一下呀，可以试一下，但是就是那个 shipping 呢，时间比较长，对，很长，嗯，对，可能有时差不候，多一个 你，月。哎，你试过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我试过。啊，是那个，我以前有买过一个领带，哦，中领国的带，领带，哦，中国领带，那 很便宜。很便宜啊，嗯，哦，那个东西，对。嗯，那东西太小了，太，嗯，太太小，小了吗？就是太小了。如果从中国又运到美国去，其实要花好多钱。嗯，你买稍微贵一点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划算。嗯，对，嗯，对，好，然后这个词语，嗯，嗯，甜，还有那个上次说的，啊，好像我们学过一次哈，甜这个是读什么？bitter，啊，对，苦，对，可以呀，可以，呵呵，嗯，哎，还要再写一个字，嗯，看你能不认识这个字，嗯，spicy，哦，spicy，嗯，spicy，辣，辣啊，对，我知道啊，辣，我喜欢的辣。嘿，嗯，你肯定没有我厉害。呵呵嗯，我这个很能吃辣啊！好，这里啊，我来读这个吧。哎，那这些水果真新鲜啊！我们买西瓜还是苹果？西瓜吧，这个是对吗？两西瓜，两瓜吧。哦，喂，不这是，里到这里，哪里呢？嗯，这哦里，哦这个西两，瓜，不，这个就是西瓜，watermelon，哦，西西瓜，瓜啊，不是嗯，两，那个两西字瓜它吧。是两字是这样写的，嗯，这个是两，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 west，嗯，西，嗯。不一样，哎呀，很像，哎，很像，西真的瓜很啊，这个是像。凉啊，西瓜吧，嗯，OK，西瓜西瓜吧。，watermelon，你看，还像面。上面，哦，这个。上面那个 right，也是。哦，写着，对吧？写着。写着什么？西瓜不甜，对，不要买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对，不甜的话就不用钱，不用花钱，你等着就赔。啊，我有一个笑话，一个 joke。第一个人啊，西瓜不甜不要钱。然后那个人说啊，你给我拿一个不甜的，啊，你给我一个不甜的，就是免费的嘛，free。嗯，对，西瓜不甜不要钱啊，老板给我一个不甜的，他给我一个不甜的。挺搞笑的，在中国是这样吗？不甜，这个不是，要钱吗？
advertisement 吧，就是说这个西瓜很甜，你来买，哎，那很多都是甜的嘛，对吧？对，但是如果你买了一个不甜的，你就可以拿回来，换一个，不会说不要钱，没有不要钱的，没有不要钱 的，但是可以换一如果不好的话，你可以换，好，那我们买一个大点儿的吧，对。然后呢？这个。这个是那个字读什么？Again。在，对，在，在，是的，在买，在买，这个儿，这个是儿吗？不对，就是几个。Several，儿子的在话买是这样几个。的，再买几个，Apple 是什么？苹果，苹果，这个儿子是上是这个儿，那几的话上面这个是盖着来的，几个 Several 好啊，今天晚上只吃水果不吃饭，你等着吃。I don't know 好，我们再换一下换一下这个，你是周太太，你是周太太，你先来，OK，这比较多，这个是这些，这还有些 this，水果，对。这些水果，这些水果，看，这个不是是看。啊不，这水果那个是读 leery，很，真啊真，leery 真漂哦，亮啊，真新鲜，真帅，真漂亮。对，真，真新鲜啊，the fresh，leery fresh。然后呢？哦，这些水果真新鲜，我们。洗刷，我们洗西瓜，这个是卖，买哦，，to buy，买，买西瓜，还要苹果，对，还是苹果。我们买西还是瓜，苹果，Apple 对，小苹果，然后西瓜吧，西瓜吧，你看这上面写着西瓜不甜不要钱，老板来个不甜的，哈哈哈！我要不甜的，对，不要钱嘛，你给我拿个不甜的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那我们买一个大一快点的点，吧，大点个。的吧，那个读吧，的吧，那我们买个大点的吧，再大买，点有什么意思？大一点的，bigger 吧，就是 compare。大一点的，对，大点大的，点的，对，大点的，再买几个苹果，再买几个苹果，好啊，今天晚上只吃水果，不吃饭。对，OK，不容易哈，后面的可以，后但面是可其他的很以，难。不错了，不错了。好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篇吧，再来看一篇，这个词，
或者哦，这个呢？或者That 舒 creates 服。sentence 舒服 comfortable 还有这个 farm place 然后 no 我是小丽先，桌子上放了不是放着很多饮料，你喝什么？你喝什么呀？对茶，对。茶，然后呢？茶，那个是这个这里，或者，茶或者。这个你知道的，coffee，咖啡。对，咖啡，都可，这个是都都 both 的意思，都 all 或 both，，off，都可都以，可以。都可以，你呢？你喝什么？我喝茶，茶是我的最爱，天冷了或工作累的时候，喝杯热茶就会很舒服，那你，那个是的，like，可来。你喜欢对，喝什么茶？花茶、绿茶、红茶，我都爱。这里会出现一个字，都，都喜欢，喜欢，都喜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了，哇，这个是东，好。这个是东南西北的西，对吧？West，西瓜，还有两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对，我们谢谢。下个星期见，good weekend，OK，好，拜。拜拜，